快吗？其实我们还有一首歌说，没有，我一直还有一首歌没有唱。对啊，还介绍我们的鼓手，又是鼓手，还陈正。陈正在唱歌。这首歌呢，之前有 po 在 YouTube 上面的，然后因为那个画面实在太煽情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它锁起来。我今天难得有机会可以在铁花村唱了，演唱的话是由玉团来演唱。逃不开的枷锁。
想太多。谢谢。接下来要介绍一位铁花村的女神，她要演唱，好的，哎，老王，然后她要演唱我们这个黑孩子写的非常幼稚的歌，两首歌，对，很像那个高中生那种，因为她我们这两首歌蛮适合那种甜美系的女生来唱演唱，所以我们听到这个，听到说要找人家来唱，那我们直接就想到老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拉瓦。好了，我知道大家就是来看拉瓦的啦。OK 。好，那第一首就。